在过去无数劫以前，那时候世上有一位佛，名叫觉华定自在王如来。这位佛的寿命有400000万亿阿僧祇劫。在这位佛的相法时代，诞生了一位素服深厚的婆罗门女。妈妈，乖女儿，不是一堆泥巴石头吗？有什么好拜的？走走走走走。谢谢你，这本佛经送给你。拿来！哼，走开走开！又是你们这些臭要饭，拿了本什么破书就想骗我女儿？告辞了。哎，你给我回来！走，回家，不许再接触这些和尚，什么因果报应、生死轮回，都是编出来骗人的。你看那些和尚一点法术也没有，还不如跟我去拜大仙。可是妈妈，不要再说了。高兴见到您，小姐。最近您身体好些了吗？托您的福，好多了。哎，婆罗门女，走。你好啊，婆罗门女。大家好啊。自在王如来，南无觉华定自在王如来，南无觉华定自在王。女儿啊，刚才大仙给我算命了，我这辈子能活到100岁，死了还能去天上享福做神仙，真是。你怎么又在拜佛？我都说了多少次了，拜佛能有什么用啊？妈妈，一切事情都有成因和后果。高大的树源于最初土里的种子，子女孝顺源于父母累世的缘分与恩情，身体健康源于爱护一切生命，财富丰饶源于布施帮助别人。如果您能长命100岁，转世做神仙当然好，可是您如果不修福行善，怎能得到这样的善果呢？那拜佛能有什么用啊？
礼拜佛像能够消除骄慢心，忏悔罪障；修习佛法能够开启智慧，了知生命的真意；供养僧人，布施穷困，能够消除悭吝心，培植福报。如此，这些都是累积功德的善行。我信佛修佛，其实也是为了您和大家，让善行的种子最终结出圆满的善果。这，妈妈，我知道您现在难以相信，可为什么不同我一起接触一下佛法试试看呢？你长大了，讲道理我说不过，反正我是不会信佛的。哼。将您